你不是连死马的死肉都吃吗？小心应该死到死马的死肉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说的起别的饭，那我就把那个米饭扔出去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不喜欢别人抢我的。凭什么这块肉？我先夹到了。我没看见。拿一个，走吧。你拿开，你开一刀。你加菜。我也加了。不少。我不。那我捡回来，我也会抓你脸上呀。哎，真的。你尊重我。